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然而我们人经常把对方的慈悲看成是对方的一种懦弱，而把自己啊这种非常强硬的那种思维看成是自己的一种勇敢，实际上这种勇敢会给自己造成更多的伤害。所以师父叫你们学佛人要学会修智慧啊，修智慧啊，一定要修智慧。你不管见到什么样的人时啊，你不要去看这个人的是啊非啊善啊恶啊和他的过去啊，这跟你没关系啊，对不对啊？因为这个人啊，他这件事情做了对了，做了不对，你只要自己心中明白就可以了啊，心中明白。然而呢，他有善恶啊，有过去的啊那些不好的事情，那你要带着一种啊精进的眼光来看，那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啊，这个你知道这个事物在发展，它今天可以不好，它可以明天变得更好。那么你这样的自信不动，自己的本性你就不会动了。这就是佛界经常讲的，佛法界经常讲啊，外境变化，而你的本性如如不动啊。你去看一个人，经常一开口就是道人长短的人啊，他与佛菩萨的理念就是相违背的，因为菩萨啊不论啊别人的是非，因为你进入了是非当中，你就会执着，所以你拥有的执着的心，你就会有执着的行，因为你的心指挥着你的行为，你就会给自己设立很多的屏障。所以很多人为什么在单位里不受人家喜欢呢？因为很简单，你不喜欢我好了，我也不喜欢你啊，啊，你看不起我，我还看不起你呢，啊，他自己心中有一个屏障，他觉得别人总是错的，哎，我对的就可以了，啊，这个要恰到好处，啊，如果你自己的执着影响到你的与啊别人的那种关系啊不能融合，那你就是在障碍之中啊，障碍之中啊。你有一个方法就可以看看自己过头没过头。首先你不喜欢的人他讲什么话，你看看你能不能随缘。如果你他讲的话笑话你能跟着他笑，如果他讲的啊你觉得不要听的话你也能跟着他笑，说明你是随缘的，你就不会进入了啊跟他的这个障碍之中。所以有障碍的话你就得念啊这个消灾吉祥神咒了，对不对啊，跟他化解了啊，化解因缘了啊，解节奏了啊，化解啊因缘了。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要认知，认识和知道，这个世界上只要有善它一定有恶，只要有恶的地方它一定有善的地方。所以看人不要把别人看扁了啊，看恶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你也要想到还是有好人的，你看到很多善的时候你要想到不容易啊，还有很多啊阻碍在我的面前，你不执着你就慢慢境界就会自信不动，就是佛法讲的如如不动啊。所以不是说在人间看见了啊，
你说你的心完全不动，实际上你的心是往哪动？你到底是进入是非当中，还是你如如不动的在佛法的本性之中？如果你今天在本性当中，你就不会进入是非之中。我这么讲呢，可能大家还不理解。师父举个例子，比方说两个人在吵架，你在边上你最清楚了，你最清楚这个人对还是那个人对。两个人吵得很厉害，你心中很明白，但是等到你实在憋不住了，你掺和进去了，你说哎，你这个人你不对啊，你不能对女士这样的啊，你以为他对了，他不对了，那么实际上你就进入了另外一个境界了，而这个境界就是是非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对别人不了解，我们就妄下定论，对这个人有点好感，可能我们就帮助他啊，包庇他，实际上这些都是因果呀，我们不懂啊。师父举个简单例子，如果有两个人在车上碰了一下，那个女士被他碰了很痛，但是这个女士一直在车上骂他，骂了时间长了，边上人会说哎，好了，人家不想了，你骂什么了。到了最后呢，他这个女士被人家弄痛了，最后呢人家道理呢都到这个男士这里去。那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别人看到的只是一，没有看到其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。实际上任何事情来说，这件事情的发起还是由碰撞开始的。这就是我们要全面的看问题。有的时候你自己并不了解的事件的真相，就像我们很多人在世界上一辈子，我们做错了这么多事情，为什么会做错？人有时候不愿意做错事情，因为谁都不愿意做错事情，而这些事情因为你看不透，你觉得是对的，你后面才做错。所以当你做错了之后，你以为自己是对的，这就是人的无明。所以我们一辈子做了以为对的事情，现在到了年纪大的时候，反过来看看我们做错太多了。而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是做错的事情我们现在反过来看看，我们是对的所以佛教界讲眼见亦非真你眼睛看到的 也并不是真的就是家里有两个人吵架，爸爸妈妈如果吵架的话，不一定是爸爸对，也不一定是妈妈对的，很多东西。但是孩子如果跟爸爸好，那就帮爸爸，觉得爸爸是对的，如果帮妈妈帮母亲，那么就觉得母亲是对的。这是人已经进入了是非当中，进入了一种偏见当中。而真正有智慧的人能够懂得眼睛看见的都不一定是真的，耳闻亦是假呀，你听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。就像我们到了今天这个非常发达的社会，我们每一天看的这么多的新闻，有多少条是真的，有多少条是假的呢？有的都是说要辟谣的，有的都是说不是真实的。但是我们当时看了这个非常的气愤，或者非常的兴奋，然而在几个小时之后，慢慢就知道了这个是真的消息还是假的消息。所以要先懂得内心的如如不动，不管听到好的消息和不好的消息，心中控制自己的心，不要去动，不要去以为这件事情好或者这件事情不好。所以明白这些道理，心如流水常自在你们看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水照样在流你看我们在人间，不管碰到什么事情，我的心照样如如不动地学佛念经放生许愿，对众生好，
能够帮到众生，这就是我们的心如流水常自在。因为心中有佛性的流淌，那我们不管碰到什么外在的环境变化，我们都如如不动啊。所以云如翻滚啊，这个何啊何字何必有啊？也就是说，你今天云层的翻滚啊，你看到的，但过一会儿它就没了。你今天的烦恼是今天的，明天就没了。明天有新的烦恼出来，后天有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出来。这就是人活在人间应该守住自己的清净之心。好，那个我们啊，经常要懂得啊，不管做什么事情，有的时候心情呢，人呢总是有难免啊不愉快啊不痛快的时候啊。有时候用现在的人讲啊，经常会遇到一些崩溃的事情啊。现在年轻人一开口就说：“师父啊，我崩溃了啊。”过去人不讲崩溃了啊，过去人就是忧郁了啊，想不通了，痛苦了啊，心里烦恼了。现在人动不动就是崩溃了啊。那么不管发火、发怒、发飙啊、发脾气，你都是在生气。师父经常跟你们说，这个气是生出来的，你不生哪来的气啊？你想不通了，堵塞了，气门堵塞，气场不运作，然后你这个气就生出来。但是不管你和谁生气啊，受伤的记住了，永远是你自己呀。你跟别人生气，不管谁对谁错，你们记住了，不管是谁，你一定首先受伤，而且你受的是重伤啊。所以人家啊，真的有智慧的人不会轻易生气的啊。生活本来就离不开烦恼的嘛，你今天在这个世界当中，你哪离得开烦恼？所以调整自己的啊内心的自己的心态非常重要。就像中医讲的，一个人要学会调养身心，调养自己的内脏啊。今天火大了，多喝点水呀啊。像很多啊这个啊南方啊，我们的佛友经常喜欢煲汤。最近呢天气比较凉了，他开始进补的时候到了，他就会煲那些比较有营养的啊，比较啊能够热的那些汤啊，来调补自己。如果最近呢啊夏天了，天气比较热，火气比较大，那么就开始呢要清补凉。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学会来调节自己，不让自己的心受到伤害。调整就会慢慢的让你心灵当中的根本啊，根本是什么呢啊，本来就是平静的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啊。这个世界你想到了，每一天都会有人跟你搞，每一天都会有人骂你，每一天你都会不开心，那你却不开心干嘛？调节好自己，无需顾虑太多呀，啊，对不对啊？你的内心本来无一物的呀，只是你听到了别人说了你的不好的话，或者眼睛看到了不开心的事情，你的心态才开始慢慢的改变的。所以在心理学上来讲，就是能够稳固自己内心的啊这个思维，不让这些思维啊受到环境啊环境的连锁影响。因为环境是一个连一个，一个连一个让你来接受的。很多人脾气本来是不大的，一个不好的事情不开心了，再看见一个不开心的。因为人一般能够在心理学上来讲，如果承受了三个以上，他就开始慢慢的心态开始变化不平衡。
啊，如果今天我看到你，就算我觉得你很讨厌，你讲一个觉得你很讨厌，哎呀，能够忍耐。第二次又来了，再讲你，你又能忍耐。等到第三次再讲你，你也能忍耐。等到第四次，你开始脸不开心了，拉下来了。等到第四次、第五次的时候，你可能就指着他开始骂了。这就是人调节心态还不够有耐力，所以保持好一个自己好的心态，否则你一定会让你自己的生活后悔，你一定会让你自己的命运感到后悔。所以很多人一个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有的时候你看到了眼前的任何事情还没有发生原则性的变化、实质性的变化，只是外表的烦恼让你想到了我想要去改变它，我想要去让它变化，那么实际上你真正的变化还没有。那么这就是我们人的心态的转变，有的时候就是一时的冲动，后悔莫及。有的人知道自己今天的冲动会坐牢，会打官司，但是他还是这么冲动的去做了，这就是说明这个人根本不够控制自己的能力。